宝贝，要是我喜欢上别人怎么办？那你喜欢呗，那我能怎么办？那你会把我追回来吗？我可不想做为爱冲锋的勇士。可是万一有一天我真的遇上了更优秀的人怎么办？你说这个情况吧，肯定是有的，毕竟人这一生会遇到这么多的人，而且随着你年龄的增长，你遇到的人也会越来越优秀啊。他可能比我更温柔、更善良、更体贴、更懂事，你喜欢他也很正常啊。那你不会难过吗？我难过啊，但是我更希望你快乐。